象。好，1906年的时候，英国有一个市集里面有一个比赛，看能不能谁猜中一个牛的重量，但没有人猜中。那最近的答案都有37磅的误差，但他们将全体787个答案的总数加起来做个平均值后，却只达到了1磅误差的精准度。那这种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的，就是个模式呢。这样的精准度就是所谓的公众智慧。下一页。那如同 join.gov.tw， 国发会的这个网站，让用户提案复议，就是公投议题由公民发动联署。我们都希望透过直接民主可以产生出公众智慧的成果，但直接民主其实是把双面刃，它可以产出公众智慧，也可以产出一群乌合之众。图片里的 A 颜色 ，A 跟 B 颜色，A 的颜色比 B 的颜色看起来还要深，但实际上我们看右图的时候，把两条灰线画过去，实际上是一样的颜色。这是大脑让我们产生的一种错觉。如果大自然都可以让人产生错误认知的话，那人类自己散布的讯息是不是也可能让人产生错误认知？下一页。在16世纪哥白尼发现日心论之前，科学家其实错了好几个世纪。由此可知，人类往往会因为情绪而坚持错误的认知，做出事后令人傻眼的决定。例如，下一页，英国脱欧，在下一页，川普当选。另外一方面，脸书为了利益广告利益，设计了一套 AI。这 AI 从机器学习中发现了，为了提升用户的粘着度的最好方式，就是喂给用户同温层的讯息，或是预算最高的假消息，造成族群对立、社会两极化。这让一些人为了一己私利去煽动人群的机会，例如川普当落选之后，煽动群众去国会山庄闹事。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没有民主素养，这种情形就算是小孩玩大车一样危险，也是一个国安的问题。E.O. Wilson 有句话说得很好，他说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拥有远古人类的动物本能，中古世纪机构体制的专制，到现在像神一样的尖端科技。无知是个可被治疗的疾病，但任由发展会成为人类生存的威胁。我们生命中有许多选择题，科学历史有客观的正确答案，但是社会文化没有。所以我们不仅可以用投票去选出最英明的领导人，去修改法令，更可以用投票去找出大家最能够接受的社会规范。例如，大家都知道台北捷运已经废除左行右站，但却有很多人仍习惯这种做法。这就是社会规范对大众的影响力凌驾于严刑峻法之上。社会规范其实就是共同认知的一种。曹新成董事长在记者会表示，捐的30亿买国防武器可能有限，但是对认知作战是可以抛砖引玉。曹董曾说过，针对统一办公投，但国家的官方不能针对政治议题做公投，美国也不会想台湾去做挑衅的行为。那如果假设他用区块链办一场民间而非官方的公投呢？30亿发给1700万个投票人口，每人分170元。那张忠谋董事长说，这是我毕生敬重的商场伙伴，我投票，但是我把我那一份奖金捐出来。然后其他的金字塔顶端的富豪也不在乎这些小钱，也都捐出来，那就有更多的钱到更多真正需要的人身上，也能找出这块土地人们对主权的共同认知。即使不是官方办的公投，在区块链与真人验证的情形下，这样的民间结果是否有参考价值？国际间对台湾的社会实验是否会感兴趣？
这会是不是一个不用买虚拟资产也可以让一般人体验区块链的应用？谢谢。谢谢 Nick。